这个字的上标在这里的设定。那如果针对这个字，我希望变成直视的呈现方式，那还是要回归到格式底下的字源。选到字之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做一个字的一个位置的设定。这边有一个叫旋转，旋转，因为它是中文字。好，例如说我们旋转到90。270，好，例如说我们来去看270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变成那个，有时候我们去画统计图表的时候，需要去把它转，好，就这个时候会需要用到。那当然，格式底下的字元，我们再把它转回来，例如说转成90，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就转成另外一边？好，那格式底下的字元。可以把它改成旋转，是不旋转，按确定。好，大概就是上标、下标，还有就是字旋转，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